低俗之父坎坷过后 rap 港人心声。越南嗰阵咧，有汽车嘅人咧数埋全个越南，我谂唔知道有冇一百架啦，唔知道有冇。我爹哋有一架啦，要乜有乜咯，细个嗰阵。但因为越战爆发，唔想当兵，21岁带住只三钱嘅金戒走佬嚟香港投靠阿姨，喺夜总会驻场唱歌。我自己写谱，我唱着《万国人为首》，唱粤曲，哇，好受欢迎，仲会第一个喺夜总会唱粤曲就我啦，专唱市井歌添。你阿妈大家妈，益你阿爸，保家用华有三餐。呢啲够啦，有冇新噶？你若要钱，就要赌发达仲眼前，我自己写噶，碰到啱搏两铺快过上边。我最开始有关赌博有缘，靠记忆讲信心你就赢钱。唱紧佢嘅旧史啊，佢嗰阵啊好鬼难赌噶。好似个名咁啊，搵咁多歌咁多。七九年喺澳洲，一晚输几万蚊呢个澳洲纸。当时喺香港可以买层楼噶啦，咁点算啊？每个月我记得还4000蚊啦，咁冇还咗两个月，搵人嚟催啊！我翻工嗰晚夜晚，我记得11点到啦，走到楼下，俾几个人扛住晒。我话嗱，唔好喐啊，醒瓜我冇得还噶。你若好赌，莫过贪，顾住晚年，当刹那心事话显，快乐壮健。咪当你系神仙，包你会赢，细细地当玩下啫，感善都好高见。一晚唱九场，还晒啲债，有日赌13张输咗，仲同自己讲，如果翻到身，以后就戒赌。结果梗系赢啦。好彩咋，唔系家阵啊，边个帮啲市民唱心声啊？我唔系靠财，正所谓越穷就越见鬼，啲楼越卖越贵，焗住越住越细。大学毕业出嚟，你又系牙轮仔，你话家下。